点菠萝吗？这桃怎么卖的？桃4块钱一斤，忒贵了吧这桃？10块钱3斤，便宜点，3块吧。来多少？俩呀。俩。2块。要袋吗？白燕，非要把你约出来，其实我也挺不好意思的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知道您是误解我跟满意的关系。说真的，我真的很羡慕你们俩的感情。羡慕我们俩？说实话吧，我确实喜欢满意，没错。可是我们俩自始至终可从来没好过，而且他现在已经从我们家酒吧辞职了。那他为什么和我分手？他昨天晚上后来告诉我，说你妈妈找过他，是你妈妈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跟丁满意说什么了？我没说什么呀，我就说为了你的幸福，让他跟你分手。为什么要这么逼他？我是在求他。这是求吗？什么叫为了我的幸福啊？妈，你明知道他特别的爱我，你这么说他肯定是会放手的。你别这么激动好不好啊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。我是要看他会怎么做，没想到我让他分，他还就真的分了。对你的感情啊，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深吧。或许他已经攀上高枝了。我听说最近他怎么还搭上了一个富家女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再跟我说这个了，行吗？刚才许多多已经找我澄清这个事儿了。妈，我不求你别的，以后我的感情生活你不管了行吗？就这样吧。燕儿，你等等。我的手续我已经办好了，下周后就出发了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好吗？再说吧。燕儿，老板，二哥怎么办？生意了，可是我想吃。想吃也不做了，不都说不做了吗？你不做生意，我可自己不会吃了。你咋那么馋呢？你怎么？你躲那儿干嘛呀？能站起来说话吗？我鞋带开了。你哪有鞋带啊？穿一拖鞋。谁让你妈了？我想吃，我买行吗？有的是水果摊，你干嘛让我这儿买来？照顾照顾你生意。你用不着，收摊也不干，放，搁那儿，搁那儿。有事吗你？说。我来送你东西。我什么都不要。不是送我，还行了吧？还什么？开心糖豆，
我全都吃完了，我这不是要走了吗？我就想，这个留给你做个纪念，好吧？爸，你要干什么啊？你有病吗，丁满意？你今天才发现我有病是吗？我一直都有病，我就是有病，我真的是有病。还有事吗？本来有，现在没了。没了，走吧。我下个礼拜可能就去澳洲了。恭喜你，那边天气多好啊，也没有雾霾。再见。那么希望我走啊？我就是希望你走。我要是走了，你会开心吗？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说不定我分分钟就决定不走了。我这做生意的，你走吧，啊，这聚好多人了。没事，我陪你做生意呗。我不用你陪，你别在这烦我行不行？你要去澳洲，你好好去；你到澳洲，你上这找我干嘛呀？我知道了，你要走了，再见，好吗？咱俩别这样说话行不行？我也不妨碍你生意，你跟这儿卖，我就跟这儿陪着你。你陪吧，你做吧，你卖吧，好吗？不是，你就满意。这事儿有戏吗？有戏啊，没戏也得有戏。咱这把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保全都压这一次上了。那要他不上钩呢？这上不上钩，得看鱼儿的分量够不够大。鱼儿来了。哎呦喂，你上市公司的经理怎么穿成这样啊？好歹也正式一点啊。我这是时尚，时尚最时尚，你知道吗？嘚瑟，你东西拿到没啊？哎呦，不好弄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行不行？你票呢？快点！什么呀？上市公司的 CEO 没有搞不定的。海滨度假酒店三天两夜至尊游，厉害呀！哟，谢辉哥啊，至尊游呢还是？我真是欠你哥。